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耶利米书29:11。阿爸天父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我们知道你所怀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乃是赐平安的意念。因此，你要叫每一个疫区、每一个受感染的人末后有指望，我们就认出你是那叫我们抬起头的上帝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